我中意数学。我中意数学。我中意数学。我哋都中意数学。我只手识计数。我只脚都识计数。大家果然好中意数学，积极参与数学马拉松计划。第二期数学马拉松计划已经有成绩公布啦。暂时累积成绩达超级组的同学包括温 A、洪山妮、张永、翁嘉诚、刘金豪；温 B、陈俊龙；温 D、许慧痕、刘世曼、潘文轩、邵卓谦、陈楚乔、施浩朗、麦海乔、陈浩源。而今期成绩达甲组的同学包括温 A、陈耀扬、梁锦杰、项楚婷、周蓉蓉；温 B、 陈巧如；温 C、 张家天；温 D、 冯晓辉、林超良、李旭恒、马浩龙、陈同康、钟礼仪。粤组的包括温 A、 陈卓玲、欧勇南、袁乐恩；温 B、 吴乐瑶；温 C、 邓志乐、洪志峰、陈哲思；温 D、 蔡永聪、莫楚兰、郭永婷。丙组的包括温 A、 卓晓欣、黄敦赐、刘正仪；温 B、 潘建富、钱湘林、萧景熙、谷柏希；温 C、 Quincy、 黄国焕；温 D、 程宇豪。你的成绩点啊？未如理想唔紧要，中一的同学大家要加油，积极参与，俾啲心机啊！